周华健先生，等于是国语歌坛里面的蔡秋凤。我好喜欢，我们喜欢，我们希望李灿灿他会演唱《金包银》，欢迎金包银周华健。国民歌王周华健许久未在台湾节目上现身，这回为了演唱会宣传，亲临好友吴宗宪的综艺大热门，就是会有这种状况发生。你我千万人，现在人世间，淡淡放鞭炮，问我来何天？你那首歌鼓励了我，还想与你分享的快乐，胜过自己用手指。来纷飞，来纷飞，来把音压碎。注意发音，注意发音。这个你要唱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没事，是有的，是有的，是有的。这个来了。你是个是不是？来不及后悔了，来不及后悔。也不是了，那当初其实一直都是很习惯这样子的游戏节目的，后来也不是没有来，只是因为后来就忙着，然后就很少来，就变成就很少来了，就是这样。对，可能这一次开始以后就啊，对呀，太适合，太适合。我最喜欢访问他，因为你讲的不好笑，他也会配合。我好几次我都想问他，不是是在笑什么？久违上通告宣传演唱会，周华健亲切展现高度配合，尤其暌违多年要在高雄巨蛋开唱，也透露会准备特别演出。台语，台语有没有？台语要。我有唱台语歌的经验呀，是一定会安排的。我有模仿过江蕙，江蕙，不吉利啦啦啦。感觉好，我来陪你加点医疗。加上少年的时阵，我高，我提高，换天换地，马别好好忘掉歌词。你的情，我甲你牵条条，注定是我的骄傲。我一年也熬，刚刚就忘了。我记得烂了哈，老。忘词也是你表演的一部分。我不是故意的。这次表演没有忘词，可能观众会觉得我退票。少量也想要看。退票。啊，那退票理由就是骂的，怎么整场都没有忘词？太酷了！演唱的时候，他到了那一句哦，我就知道他忘词了。是是。听你们唱。大家一起唱，大家一起来。不是，我真的是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唱，真的是。提自己肯定不会少，毕竟演唱曲目可是有将近30首。周华健的首首经典就是和全场一起大合唱，不过也让人好奇，会不会找吴宗宪当嘉宾呢？这个应该还不能讲吧？先不能讲，对，先不要回答，先不要，先是，场面话先讲，是 OK 的。对，你听说高雄会来？不，我希望是在台北。我就近嘛，我就近。那你就是说两场你都想来？我来呀、啊，你邀请我一定会。那如果他真的没有邀请你当嘉宾，这个承诺还是会实现？我买票啊，是买票最主要是，比如我买500张票，然后我就变成我有埋伏在底下，然后你随时拿着麦克风，我们就冲上去就唱了，而且是拿到最大声那一个，就冲上去。他会自备麦克风，很大声的麦克风。
要的嘛，这个老朋友一定要好好支持、啊，好吧？到底有没有演唱会嘉宾，让周华健埋个伏笔？1月30日北高两场同步开卖，歌迷们敬请期待。那个今天合约好像要签给川哥，听说签。爱相随，人纷飞，喇叭用一生去吹，我又怎么能够如何退？这的深情。安全的跳水吴明正采访报道。